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年的第十一号风台，伫个昨昏暗时啊八点，将叫做轻度风台摩羯，所来可能会向西北部、西北边往离宋岛北部，也有巴士海峡来行。咱来看云图。今仔日甲明仔载这两天，各地大部分拢是晴云甲好天的天气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为明仔载开始到拜四，台风边的北部、东部也有恒春会有局部的阵雨。也若中南部过道会落雷公雨。气象署针对全台湾十四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，有十一个县市是橄榄色的灯号，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。也若家人台中甲嘉义县是黄色的灯号，各地高温普遍拢是33度至36度。也若伫个新竹以北，有诶所在甚至会到37度以上。提醒民众，若是要出门，最大加点挂，唔通着衰。